如果老公、男朋友一夜情，你们会怎么分配？啊，有这有吗？哎、欸，我老公的特质必须要有经济能力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对对对。但岳父这一块，岳父有我们吃过饭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还坐同桌哦。对，我没有同桌，他们同桌。这画面 key 上去。就是真的，光哥有请我们对吃过饭这样的，有看过他们相处了，感觉蛮 OK 的。其实我那时候刚进来，我不是录那个影片说外貌与运动能力很难成正比这件事，但我那时候只是纯粹觉得我就是一个路人，所以我想说讲一个比较有记忆点的话，结果就被放大了，全世界记者。对，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进来，然后大家开始讲这个时候，我其实心里还有一点点压力，我想说完蛋了，如果只要表现不好，大家就会把这句话拿出来一直讲。对，后来最后颜值状元是。是谁讲？王子给的啦，对他认证。你有一开始觉得他很像男选手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一开始完全跟他不熟的时候看不出来，我一直觉得。但熟了之后，真的男选手。没有，我要说男队员这件事是你先引起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是你先说宇宙他是男队员吧？全世界疯传。然后你们从原本不认识到现在，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了。然后跟男队员也非常的熟悉了吧？我觉得我是从原本没啥想到，我觉得我们队的男生都蛮加分的。我原本对可能圈子的男生就真的很没 feel， 加上这个红队又大家都年纪小，然后也不是跟我那么的 touch， 我就觉得哎没 feel。但随着跟他们相处，跟每次他们在场上越来越加分、哦，对，非常加分。谁加最多分？我觉得王子加蛮多分的。你们两个不要跟我谈恋爱，我会吐哦。如果硬要排前三名，你们会怎么排名？就是男生的颜值的部分。第三名我觉得是品浩。是因为身高吗？身高有很大的优势，在我喜欢干干净净的男生。我好像可以徐新阳哎、欸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徐新阳第三名，外形的部分。对，因为他也高嘛，然后鼻子又挺。要高还是要宽？如果能高又宽，但是这样、哦、为什么要宽？男生鼻子不是蛮重要的吗？因为。Something like that, OK。颜值第二名是小玉，就是她也是干干净净，鼻子很挺，就是蛮有魅力的。宇宙的第二名，我刚刚瞥到好像是庭宇，因为我也没有很喜欢很吵的男生。我庭宇就是那个安静的程度，没有外在。哦，好，没有，我们是讲外在啊、哦。OK， 高、哦，身高高，身高高，所以身高对你们两个来讲很重要。我还蛮重要的，重要，就我第一名。哦，你第一名王子吧。对哦，你第一名是王子，而且、哦、他真的很干净，对，干干净净。那世安，哎呀，你这么懂吗？是陈世安，哦哦哦，吓我一跳，我想是陈世安还是胡世安？胡世安，这不能讲两个字，我刚刚有稍微抖了一下。陈世安是陈世安，没有胡世安，胡世安，胡世安啦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憨厚啊，憨厚型，喜欢就是憨厚、诚实。我、哦、要诚实。对啊，只希望有一点身材。现在这三个人人选不能换了。如果老公、男朋友一夜情，你们会怎么分配？一夜情你会选谁？徐新阳，因为他是从国外回来的。一夜情哦，巧遇吧，觉得蛮 man 的。那男朋友？男朋友。哦，那我会选汪庭宇。其实他在我们队上讲话是很理性、跟很清楚、跟稳重。笑的点是什么？我想到安，你想要跟安当老，安想当老公？对啊，不行吗？安有这有吗？哎、欸，我老公的特质必须要有经济能力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必须的。对对对。但岳父这一块，岳父有我们吃过饭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还坐同桌哦。对，我没有同桌，他们同桌。这画面 key 上去。不是真的，光哥有请我们对吃过饭这样的、okay. 有看过他们相处了，感觉蛮 OK 的。哦，所以那个小三姐打过招呼了，哦，也打过招呼了。祖威的男朋友品浩，因为也是身高的关系，然后他感觉就是很体贴、很贴心，所以蛮适合当男朋友。那老公的部分，
王子有车有房，当然要选。你不要多选的意思。女生最后还是得挑有经济能力的，对不对？就是我觉得要有一定的水准，不一定要很条件非常好，但我觉得至少要是能负担，比如说两个人结婚啊，或是有一个安全感吧。我觉得安全感蛮重要的。但不免俗的还是要问一题，就是你们原本都是想要加入红队的吗？我是哎、欸，我也是，我是。你们两个不要跟我在那边、啊，真的，真的你看不出。那如果王子在蓝队呢？那我还是来红队。那我去蓝队。我真的是比赛前、我很直接、我很默默的说，拜托小钱一定要选王子。那是我们女生先进去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他太有那个就是领导性的人格了。即使今天王子没有队长这个称呼，他还是会把红队的气氛带领得很好。他是连私下大家的关心跟有一点点不对劲，我觉得他还蛮敏感，有一点不对劲，他就会花时间去调解，花时间去理解现在大家到底是什么状况。总归一句就是，我觉得就他能身在他处在的红队，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无论是训练啊，很多东西，日常生活或是很多赞助有的没的，反正只要是生活上，只要在全明星里面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有他的功劳，然后他会帮大家绑下很多东西。对对对，所以我真的觉得很谢谢他，而且也很佩服他。运动会过后，我们对王子这个称号是会很加分的，而且会觉得这四个月能认识王子这个人，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体验，或者是在人生当中有一个蛮不错的位置。这段剪下来卖给秋生25万，如果他不付的话，我们就剪掉。他会付啦。